喂，早安。可能声音会偏低一点点，因为我昨天真的睡好久。等一下，我昨天就是醒来的时间是在剪片，剪完片就倒回去睡，然后睡醒之后，睡醒然后干嘛？那时候几点了？十点多，然后光遇跑一下回去继续睡。大家，我虽然想跟隔壁一样学说打招呼吧，可是很多人好好，今天试试看好了。包包安安 ，Ivy 安安，楼就啊，安安，宵夜安安，吴婷婷安安，柔味安安，月月是好月安安，杰尼和安安，林中和安安，蛋嘞啦，聊天室怎么这么跳掉啦？流量银安安，西瓜安，梁。子欣安安，吴家珍安安，廖培安安安。我是一直不会念你的名字呢。Uni 吗 ？Uni 安安，希尔安安。我要学隔壁吗？希尔宝贝，没有啦。希尔安安，然后是谁？冰果吗？还是叫念水果？5306张真中文安安，不行啦，太多了啦，白色可以算了吗？不要啦，太多了啦。好，就到这边了，不行，太多了，抱歉，不要安了，就这样了。好啦，因为今天其实蛮呛的，想说昨天没开，今天开一点点，不然隔壁的要骂我了。然后晚上九点会跟阿静还有优奈开那个麦块，我要介绍地图。不会没开吧？要打日麻了吗？哭啊！为什么没人念到你的名字？我根本没念到你的名字吧？那 Yuki 吗？没事，他还在困，没有，他每次会先说啊，我没看到不算啊。哦，对，隔壁他要10000订阅了，但是我没有想要现在帮他推啦，因为我觉得他是想要亲眼见证他10000的瞬间吧，我觉得是这样子啦，每个人都想亲眼见证吧。如果你在睡觉的时候突然10000的话，应该也是觉得会很开心，可是自己没有马上把普拿腾。妈妈陪我玩，妈妈头痛，你自己玩。然后以他的个性应该是也会想要自己亲眼见证10000的瞬间，所以我想说现在就不先帮他，但是他好像真的只差一咪咪了，怎么办？要帮吗？不帮？要帮？其实巧克力有在帮他，过没有伺服器玩呐，干这条日麻哦。嗨，琥珀，帮他直播。他今天耐久台啊，我记得是吧？礼拜四10000耐久，对啊。好像是他每次想耐久，像他上次也是想要该开个什么多8000耐久嘛，还多少？然后还没耐久到就已经8000了，这样子。游戏，聊天室。他差40，对啊，
想说等他醒，我再把人带过去吧。哦，我也不知道他睡到什么时候哎、欸。来吧，21425。今天光遇大出包，发生什么事情？不就是闪退吗？不是啊，这聊天是要放哪边啊？放这也不对，放。顶多等一下，我打电话叫他起来，说：“哎、欸，你快10000了，要不要起来？”然后突然起来，大家早安，然后就结束了。哎、欸欸，你们看到9990的时候，也跟我讲一下，我马上打电话叫他。第一次看台，记得看台规哦。啊，我改个标题，编辑。那叫什么？哦，钻石口袋没开，紧急call out。对啊，你们想到隔壁台的话，就找诺英吧。A 屏闪退，不过安卓好像更新成功的，画质都变超好。耶、yeah ！请问氪不了金怎么办？一直出现樱花转圈圈，我之前遇过啊，晚点再氪啊，还是已经氪很久了，一直没好啊。嗯。聊天室放右下不错，可是右下会有杠，就是对方的杠牌啊。就我的那个啦，我的杠牌是什么鬼东西的？我杠牌碰牌会在右下角啊，但好像没差啦。好烦哦。因为那时候有想说跟 V 他们一样，就是用个界面，但是你每天早上都按一次，每天都转圈圈，你多想氪金啊！有限制番数吗？没有，这个是修罗场，没有限制番数。啊，画面太小。对啊，因为有时候像玩麦块，画面太小又很影响很多东西耶，就很烦。好，没得杯口了耶，哭啊。其实我现在还是很想睡，我到底怎么了啊？你刚刚看9970，我刚看一直都9960，还是要帮他。我觉得我的聊天室已经跟他边算就已经互通了，你知道吗？我们是有共同的观众群，就是我其实可以在他的聊天室当我的聊天室在管，然后我的聊天室在他那边当他的聊天室在管，就只是我的这边比较严一点。哎、欸，我怎么是用这只？难怪感觉怪怪的。志愿安。
才发现我是用这只欸，哭啊！打回来啦！猫系少年安安，还有谁？这是什么游戏？讲了你会去宰吗？这个叫做雀魂哦，小朋友。我是这三天吗？因为我昨天睡死，不知道算不算一天。我这三天，我只吃了一餐而已。我礼拜二，礼拜二吗？对，礼拜二的时候我吃不太下饭，然后礼拜三的时候睡太死，今天是第三天，所以我是昨天睡醒的时候吃一下，然后吃完之后回去睡。你讲完蛋不会打麻将？我讲真的，雀姬跟雀魂我还是觉得差很多欸，因为那天不是雪兔有找那个诺英玩吗？但是其实因为游戏上来讲，雀姬比较不适合新手玩，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们有整理出来说雀魂比较适合新手玩。我一来就说不吃饭啊，心情不好啊，也不是说心情不好啊，就情绪来了，就是没有食欲啊。嗨，昨天的寿星，我昨天睡死了，我很抱歉。繁星应该很瘦，也没有啊。还两个三分钟，我没点广告欸。雀姬对新手不友善，很多大佬都在那边，而且他。怎么讲？真的是那时候看那个诺英玩的雀姬的画面，真的看得好不习惯。而且他不是打修罗场，他还是想做大牌。我想说那边就尽量拼段幺九就好了啊。对啊，我好像要到了。是我吗？他吧。997啦，还好。一鸣早安，我先记一下 ID 哈。等一下，彤彤啊，怎么都是英文的？我怎么记？可恶 ！Milk Latte， 然后嘞，怎么念啊？做雨 KIT 雨啊15145好，我第一次玩雀姬的东风局绿的国师武装啊，你说你那天在你们群组那边 PO 的哦，日麻跟台麻，对啊，其实那天也有讲，你会玩日会玩台麻，其实就会玩日麻，这个我一直很想反驳欸，我就觉得这差很多，你日台麻跑来玩日麻，你胡不了牌啊。可爱的兔板架架要飞了，不会啦，我要等一个大补，等一下索拉卡开大，我等一下也是大概再热一点吧，因为现在36度了，再热一点我可能就要关台去出门剪头发。我的头发现在是卡在很尴尬的位置，它是其实还蛮长的了，可是我的发尾已经可以绑小辫，不是小辫子，小马尾，有什么小辫子，可以已经可以绑小马尾了，所以
就可以再长一点。我曾经有留过，就是马尾还蛮长的。可是那时候就是因为太热了啊，没有，最近不能留，是因为我那时候留的时候是好像已经十年前了。现在没办法，是因为留太长太热了，要死人了。然后小辫子，小辫子有点太怪了。有遮住后颈嘛，已经盖住了，所以其实超级热。我现在是后面就已经盖住了，又超过一点点。但你那天不是看视讯有看到？那天给你们看薯条，结果让你们看到视讯，气死！马尾啊！我以前留到快点嘛，我已经盖到肩膀了，其实。要剪掉吗？要啊。哦，那天是啊，那天是彤彤没来哦，所以是次月哦，好分啊，我丢哪张？很帅吗？可是我觉得啦，怎么讲？我那天也是在跟他们讲说，我也在想我该不该一直露脸的、欸。再不露脸露下去的话，我年纪真的越来越大，可能脸上的皱纹会越来越多。然后，或者是哪天我被人家泼硫酸、毁容什么之类的，就因为以前的照片太少，所以没有一些以前的东西可以看。会不会很后悔？有没有？我就想了一大堆很多东西，我就想说，唉，而且我就想啊，我说，关于年纪这个问题，我也在想。你看哦，我真的是一个已经30快过半的人了，哎，我露过脸啊，但是就是露那几次而已啊。啊，其实怎么说，我的脸真的不是我这年纪该有的脸吗？但是我的个性也不是我这个年纪该有的个性。所以现在露脸我不要。我刚看医生就是看皮肤科哦，痘痘超多的。就是讲那个啊。因为我真的觉得个性还是很幼稚。啊，不谢啦，我的个性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像人家讲的这个年纪该有的个性。我记得看过你 po 过腹肌，有啊。怎么那么大？我中到李三了吗？哎呀，个性是特色，可是不是这个问题啊。哦，中到李三了耶，小鱼，我好凶，差点逆一耶，没逆一啊，差点一位。好啦，感谢这三位啦。哟，干嘛把你踢掉？调整装扮。好，播广告咯。最近是订阅一分钟才开那个嘛，不是，是我发现说有订阅才能留言这个东西。我其实从以前 Twitch 就喜欢用这个机制，就是你要讲话的话，你就是至少要订阅嘛，就是怕一堆人来乱搞有的没的。我每次都讲讲而已啊，我口是心非嘛。然后，因为我之前在Twitch开台，就有人说为什么要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我说不是啊，你要来发言的话，你至少就是订阅嘛。啊，你可以发言完之后退订啊，这也可以嘛。然后，对啊，今天10个人好了，你至少有订阅的话，你退订没关系啊。
你十个人里面至少会有，好吗？少说有三个会继续留下来，那七个就是留一晚就走，那给他走。那至少这样可以增加一些订阅，没错啊。你要怎么喂我啊？嘎嘎早。对啊，所以那时候更过分的是订阅啊！我那时候退取有一个朋友，我忘记他是谁，很白痴。他说他的订阅模式是，订阅后要过一个礼拜才能发言。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调错了？”他说：“没调错啊。”我说：“一个礼拜欸。”我说：“没有错啊。”我就打一个礼拜是七天欸。他就说：“啊，我打错了。”他本来是要打说一个小时。那他误会了，我想说你在讲他小。对啊，至少我不是开那个吧，订阅者模式吧，这样聊天是通通都是绿色的哦。虽然我觉得隔壁台可以开始这样做了。欸，希尔，你那天唱歌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听到欸。你那天唱歌的时候我其实在楼下快睡着了。然后那时候音量开很小声，因为眼睛已经快合上了，已经忘记在干什么东西。隔壁谁？隔壁就诺英啊，还有谁？我现在每次讲的隔壁就是讲他、啊。有没有想我？没有。想嘎嘎比想你多一点，可以吗？在忙的时候很喜欢听房间的台，房间的声音真的好闻哦。没有欸，不知道这个。话说你要把房名置顶吗？不要，我跟你讲，置顶的话就是大家都有机会，不置顶的话就是有心想来玩的话会自己去找房间号码，懂吗？我现在置顶的话是现在313个人看到都会同时来抢，那如果不置顶的话是有心想来玩的人才会来抢，懂吗？你看吧，他就喜欢针对我。对啊，所以我那时候也是跟诺英讲啊，你就说你不用把房名置顶那些啦，真的有心想跟你玩的话他们会自己来找。我针对诺英在睡觉吧，他昨天有看到他下班后就一直喊说很累。教主机器人没调到，什么机器人？我的机器人靠腰，不是，我跟你讲，这个是我的扳手们，他们很贴心帮我设定机器人。你就知道我昨天礼拜三多累，我就是直接倒地都没有开。等一下哦、喔，关一下。就是他们也是好心帮我用机器人，我也没有怪他们说结束后不关掉。好了，我关掉了，该休息就得休息。有啊。我其实都有讲说累了我自己会休息啊，像昨天那样子。你能留一个位置给我吗？不行，不行，不行，大家都是公平的。你没看，其实那天跟诺英在玩的时候，我其实也是说，看他要不要开两桌，我这边一桌，他那边一桌。然后就是我们的，就是语音可以共通聊。干，难怪那么套。因为如果我跟他一起玩的话，我跟他一起玩的话，就是名额剩两个啊。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也是替你们着想，帮你们在把握机会啊。我相信你们也想要跟诺英玩嘛。啊，我想说，多少一个位置就少一个机会啊。不要问私人问题，哎，又来不及看到了。荔枝很给面子，他可以跳过不要唬我的啊，对不对？他就只是想杀了我。直播半年了，还没订阅，没事。
诺英他那边开启订阅模式发言的时候，有一个没有订阅，他都用那个、啊、梅奇博士啊，他一个私有户吧，他每次发言都是用超级留言在打，好笑的。说不定他开自动没有，他就只是，好啦，其实也不用放水啦，就是看到湖就该湖啦。现在日吗？啊，钻石口袋没开啊！对啊，我觉得很狂欸，到底去哪边挖石油的啊？我跟你讲哦、喔，我不想，我如果真要当的话，我不愿意当那种，被花钱的人。我想当花钱的人，你知道吗？因为你被花的话，你不会享受到，花钱的快感。虽然被人家包养还是不是包养的吗？人家给钱还是很爽，可是就是想体验看看那种钱多多到给人家，也不是说多大，就是有经济能力给人家钱的那种感觉。第一次追到我直播，心情很好，那可以多追一点啊。虽然我真的开台时间不定时。想当有资本砸钱的那种人，对啊。我就不信你自一色，来来来来来，我就不信，给你。你前几天来订阅，没事。哦，昨天我想问一下。请问昨天菜渣台的有几个人在这边？教主安安，刚下班，今天我生日，没事。今天也是我一个学妹生日，就半夜 take 我说想听我唱格斗宝贝，我说我不要啊，而且我真的要唱歌的话，我要有音效卡，就是有那种，有 echo 的那种音效卡。至少这样唱起歌来会比较好听吧，对吧？你看就不可能自己设在那边给鬼给拐金牌的、欸、不是配乐啊，就是要有回音啊，讲话会有这样啊这样子，就人家 KTV 唱歌的那种感觉啊，不然这样子唱歌的话，只是真的是清唱而已啊。我刚刚讲过生日快乐吗？生日快乐！如果讲过的话，恭喜你听到两次。之前当狼人杀，那只是在当的时候唱啊，只是真的要的话，当然是要有 echo 的那种，懂吗？那么你也要生日快乐，你那天我在音乐台还帮你提醒你生日快乐不好吗？哎、欸、其实我聊天室这么多人，每个人去点一下他就过了。过什么白痴哦，他就过了、欸、干嘛冲沙呗，有回音唱歌真的比较好听。对啊，你看哦、喔、你今天普通讲话声音五分好了，满分十分声音五分啊，那你加个回音起码加了四分好啊，就算你是音痴的话，你有个回音声音就加了很多。他昨天也困在中介一顿家，谁困中介？等一下哦，谁昨天困中介？太渣吗？我昨天睡觉了哎、欸，电音我就不行了。哦，我昨天去睡了，白痴哦。想说应该没我的事情了，我就去躺了。
洗澡唱歌比较好听，这是真的。对，我也觉得，我常常在浴室里面唱歌，所以我还曾经，因为那时候那谁，诺英不是叫我唱歌吗？我说不要，唱歌很难听。然后他想到，哎、欸，我在厕所唱歌不错，我就想说，哎、欸，那我要去上厕所了，你要不要来听？我说他就说不要，没有啦，我乱讲的啦。因为那时候他一直叫我唱小蛮腰啊，然后我说那我要现唱，我说不准录音，他说哈，我说录音那我不唱了。小蛮腰还好吧？不行，小蛮腰不行啊！我怎么没有吃？你们别啊，没事啦，偷录没人发现，不是，就是要面对面唱，他这样就没办法偷录了。诺英有听过，我根本就没唱过啊，我没唱过，我没唱过。感谢达达的，哇靠，达达，安安，你怎么还没睡吧？你怎么醒了？感谢达达超级留言。那繁星会唱啥？嗯，慢慢要看呢、欸。如果心情好的话，心情好的话，你立马鸡巴。早餐来了吗？来了。打打，你不是昨天很晚啊？小星星，我就可以啊。你昨天不是很晚睡吗？几点？我想一下，你昨天不是到一点多吗？细腔我会吗？什么是细腔？我说拉长音的那种，那种我应该是会的，但是没有。来，那个这个达达呢，你们也可以通通，抱歉，这个达达你们也可以通通去订阅一下哦。其实我跟达达私下也是算蛮好的。那就只是说，我们很少有机会一起玩游戏联动，嗯，因为人家哎、欸，我没给你刀哦，不，扳手，给你，不到天亮不算熬夜吧？嗯，那我每天都没熬夜啊，因为刚好要喝东西呛到。你看他是不是很凶？还好我跑了。你是说类似扩元甲那个吗？哇靠！哇靠！哇靠！你傻小！你们看。知道为什么要踢他了吧？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哎，嘎嘎哎、欸，难得你抢得到哎、欸，对吧？所以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想跟他玩了吧？他是我认识的里面第一个是用运气打牌的人。哎，那第二个就是诺英。教主你难过，我也很难过啊。他就是进来杀人的啊！你们还在跟他意思啊，懂吗？他每次都会打030啊，我哪有啊030这样子，打肥事啊！谁洗贴图有吗？我是不该碰啊！没有没有，我没有输了就踢他，是我一直以来都想踢他。他有国过事吗？他何止国过、喔？他常常中礼宝牌、欸。谁心结？没有心结，一直都很不好。
但都讲讲的啦，每次都说要踢他，可是我哪一次真的踢过他？就结束的时候啊。HTT， 我知道，我昨天你们昨天有在玩啊，我昨天其实是稍微醒着，有看到 DC 说你们在干嘛，然后就 take 我唱歌舞。哇，敢不敢再来一张啊？哆啦公，早安，乐言安。不要再打这种牌给我吃了啦！我知道你们在玩人王啊，那你们什么都玩不是吗？你们现在都到处玩啊？好诶、欸、好诶、欸、好诶、欸、看不懂怎么玩，纯粹来听声音的，可以啊，听声音就好啊。教主怎么进我们的 DC 群？你要从赖群里面找啊！你这什么鬼？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叫有人快死了，这才第一局怎么会有人死啊？是吗？有特殊规则吗？有啊，你要你就是其实就是只是把你的这个这些东西背下来就好了。它很多没错，可是实际用得到的就是几个而已。那你就从这几个里面去挑嘛，去排列组合。就只是说那时候说什么日麻，其实就是可以增加你的脑袋活动嘛，不会 老年痴呆。不是日麻，就麻将这东西。那原因就是因为它就是不是死的啊，它其实很多排列组合。我那时候的玩法是会让人家气到脑中风的玩法嘛。啊！可是我是真的去好好研究日麻怎么玩之后，他们才说哇，繁星会玩。我能问粒子跟翼蛮是什么吗？粒子就是你门清，你不吃不碰。哆啦 A 那他背满翼满跳满那些东西，就只是说你合的番数越多，它的名称越不一样。像你刚刚说的翼满的就是怎么讲最大的牌型啊。你这样讲其实我也不太会，因为我不是日麻大佬。翼满就是这种会杀人的牌，这种其实真的是很吃运气成分很重的牌。可是我就是手运很猛，我才会觉得那个日麻随便玩啊。当我开始知道怎么玩之后，我的手气则就没了，不是吗 ？Echo 怎么组啊？你看啊，像这样子啊，比如说334455，三四五嘛，就像334455就一杯口。哦、所以我那时候有一次是清一色二杯口。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那时候手运超级猛，
那讲真的，就是你真的是多打，干你不会要绿了吧？你不会要绿了吧？我希望你绿得到，那我先把绿绿的东西打出去哦。要吗？5566。那我们祝福他可以绿到哦。我的牌型很像布美，你是说柯南那个布美吗？左边的李明哦，这个就是自动理牌啊，我可以这样子摆，我可以像这样自己乱摆，懂吗？然后合的话就是人家放枪就是自动合，然后名牌就是人家打出可能我可以吃碰的牌，我可以跳提示就是不要，那切牌就是来什么打什么。啊，看来就只有他最高几率放枪给我咯。啊，给你们看这个啊。会这样子是因为那天干嘛？你啥意思啊？12次国士无双。哇哦，加油！你是不是听二条？二条有吗？一、二，加油！你还有机会的。哎、欸，哎、欸，哎、欸。哦，二条没了，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嘛，我刚才看看自己的，眼力怎么那么快啊？才刚看呢、欸。哦，上面这边呢、啊？哦哦哦。哎、欸，婕妤，你洗太多了啦，这个我救不了你啊！我觉得他作死而已，哎，你怎么想？纯粹来聊天可以聊啊，如果不要造成聊天室不舒服的话，欢迎聊天啊。哎呀，我该打哪张啊？我买了一个麦克风，不知道如何使用。Google 啊，欸，W 洗太多，W 不用洗超过四个哦，超过三个。中间刚刚好，做题脑袋宕机，做好多，
来抢座位休息一下。好的，感谢超级留言。我想老头哎、欸，克你个头啦，克！不要丢了。嗨，韩文。哎、欸，韩文，我的管理员以为你靠腰，不会吧？我的管理员以为你是我现实朋友，然后想说怎么你每次都打哼，打一些生气的表情符号，我都还会乖乖的回你，就没有，就只是说，我就只是说没有啦，他就只是很可爱而已，我觉得说嗯他很可爱而已，然后也没想那么多。加入会员是不是要是信用卡？知道欸，你是啊，你是什么？你是谁？你是我现实朋友吗？你是谁？我能每一天直播吗？你要看我的身体状况跟我家的温度热不热啊？我也想每天直播啊，但是我没有可以直播的环境啊。没事啦，没事啦。不该打这张，对不对？小鱼要生气了。痛。教主，我是需要把图片传到会员信箱，还是传到粉专？就是你订阅的那个画面页面，要证明说那是你的订阅，然后你传到粉丝团。那小帮手的话，其实大概他都是一次把人家拉进群啊，这样也比较方便。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会有两次，就是把人家抓进群那样子，因为他自己很忙。你不会打，你的打牌很难，屁嘞！你在讲笑话对不对？测试看看你出狱了没？你出狱了。闹钟响了。啊。你还在等我教？你在讲笑话哦、喔！我的天哪、啊，七对子不立直还是你教我的嘞？你这样子，我想到一个很撩的话、欸，小鱼就这样子，小鱼你会喜欢我吗？不会啊，我可以教你啊。哎、欸，你鱼要打对哦，没礼貌。没雷米，没巴拉拉巴拉巴爹，巴巴巴巴巴巴巴，看你鸟我打啥？来啊，我不要，我怕，对不起。准备出门了，好，拜拜，路上小心。你刚刚合了四暗克，你路上小心一点哈。我是真的祝福你路上小心一点，不是诅咒你哦、喔。吉米路上小心哦、喔，斯坦克的。好久没碰日麻，有点懵，我也很懵啊。所以隔壁那时候刚开日麻的时候，我还想说怎么办，我还有办法教人吗？我那一长串在讲什么？我讲他四暗客，
出门要小心一点，不是诅咒他，是真的希望他小心一点。对啊，小鱼不叫是公事公办啊，他不会存在私心在里面，你知道吗？欸，小鱼，你知道扳手可以变扳手吗？这件事情是隔壁台教我的，要不要教你？雪兔今晚是打日麻吗？干我什么事？没有啦。啊，这边不能提其他实况组哦，你要注意一点哦。对，这个仅限电脑，不能用手机ban人。你扳手要用那个 ALT 按住，你会看到有一个用那个 ban 人的跟移除的。你看。去隔壁交流交流，学到这个东西。好了，感谢嘎嘎 C A K R， 感谢 Jacky， 感谢感谢。哎，生母什么做人已经来啦？啊，我要调这个。隔壁好像加到9970了。我觉得 YT 最近在搞事，他有时候会显示不完全，没事啦，就是真的是希望他在开台的时候达到那个画面跟截图是不一样的感觉。抢了三天终于抢到了，你抢什么抢三天？我的日麻可以加好友吗？好啦好啦，你们等一下来加吧。我想说日麻不是有好友上限吗？看了你笑的好友上限100多个，好像应该还好像可以。你现在还是好开台 ，Hello Hello， 你抢到了，你是谁？你是这个吗 ？HRL， 你的 ID 怎么听起来像药名还是病毒啊？加油！欸，我等一下出去重开一下，等一下不要抢哦，我等一下会重开哦，等一下抢进来的我不算数，我什么都没看到哦。你刚刚绿鱼色就是这样起手的，真的假的？可是我不相信我呢。嘎嘎，今晚继续吗？我其实真的有也爱奇哥早，我其实也很努力在想要继续开日麻台，但是我当时是尝试各种游戏嘛，啊那时候观看都只有到100以下，然后是直到前阵子玩日麻，然后人数是维持300以上的时，200-300以上的时候，想说继续持续日麻。然后中间又有休息一阵子嘛，因为我那时候的身体又搞坏了，然后回来玩那个什么钻石口袋的时候，那时候人就飙到500以上。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很想回来玩日麻，但是我又怕人又掉回去，你知道，虽然有时候观看数真的对我来说还好，可是最近开始被养坏了，就是观看数起来之后。然后后台收益也明显变高很多，变高很多就会造成说，如果你今天，比如说好，我今天打工好了，老板说你这个月的钱可能可以到20000块钱，啊，平时打工就只有到10000块，可是今天他跟你讲说有可能到20000块，那你是不是就会更加积极努力去做这件事，因为你的钱会多嘛？那造成就是说，就是不会去做以前做过的事情。如果回去做的话，你的薪水可能又降，所以才会变得说比较早打日嘛。因为其实兔窝群那时候比较多人会进去的时候，就是日麻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是我这边开台，他们会在第七群自己再开个房间自己玩这样子。我也比较喜欢那样子的环境跟气氛啊，毕竟DC群就是给你们去聊天去玩东西才会创。啊，我也知道就是可能各自有各自的群组嘛，你们就可能在里面认识的人之后啊，可能就是想要一起玩游戏不被打扰，就自己再开一个群组还是什么啊，我都能体谅啊。啊，就只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让兔窝的群继续下去啊。布布最近如何？他最近哦，他最近他的胸毛，他的胸毛又霉菌感染，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提一个喝水神器，就是兔子是低头在喝水的。那喝水的时候，其实是对正常兔子来讲，低头喝水是。欸，动物都是低头喝水，很少在抬头喝水嘛，因为水流不可能在头上，所以低头喝水的时候其实对兔子来说是比较正常的喝水的姿势。可是布布就是偏比较小只一点，怎么讲，就是一般那种兔子它可以长到 1.2 公斤到 1.5 公斤，那布布的体型就是在1公斤左右，就是偏小型兔。然后靠腰啊，哦，然后就是因为他体型比较小，那喝的水就会沾到自己的毛，结果他就是胸部的毛霉菌感染，现在改成抬头的喝水方法。你哥他女友也有养兔子的啊，所以的啊，所以的 DC 是加会员才有嘛，对，不好意思，不像一些群，因为怎么说，因为我跟隔壁的那个靠腰啊，我怎么打一头啊，我不该打一条，因为曾经也想跟隔壁那样子一样，就是开个 DC 群是不用付费也可以进来的那一种。曾经啊，那个曾经是五年前想的。但是这个状况就会变得说观众的品质会变得很浮动。就可能会有好观众会大于坏观众嘛。但是就是会有坏观众在里面。不好的观众会混在里面，所以就会造成说可能会因为一个观众让几十个观众很不舒服很不爽他还是什么，然后再把那个观众给踢掉，所以就想说尽量省去这个程序，才会说也不是故意敛财啦，就是要把观众的品质弄好，不然会很难管理。那如果你今天好100个人里面有20个是订阅者，那你订阅者20个是不是更好管理？那如果你今天这20个人一个人搞事的话，毕竟他有加会员他有给资料，那如果他搞事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跟隔壁的哈记团团他们说这个人有问题，你们要注意一下，对啊，所以有好有坏啦，好处是观众的品质比较好管控靠腰，不是打错了。那差一点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热络，就是我们 DC 群不会跟你们那边的一样，就是比较多人聊天什么的。对啊，就林子大什么鸟都有。然后杯口就是这样来的，有没有看到？这个。这样顺过去，然后要门清限定哦。小鱼，我摸了什么？你又看了什么？对吧，所以
有时候就是比如说那时候次月吧，啊，彤彤啊，那时候彤彤想进来，跟杠杠想进来的时候，我想说，因为杠杠给的钱已经超过了抖内的，把订阅的钱嘛，因为他曾经给过我一次彩虹，我就跟小秘书说，欸，他曾经给过我彩虹，可不可以让他进来啊？因为不是一发是不能有这个。因为那时候就讲说，如果超级留言或是绿界给多少金额后，然后让他们进来，这样好不好？我那时候提过这个，可是这个就是暂时被还下来，还到现在大概也两年了。然后那时候还是维持就是会员制。我感觉你可以教我，不行，我上次教诺英打牌的时候，我想说。我是你的话会打八条，就聊天室有人说八条其实要留下来，要打什么哪一条这样子，所以我每次只要听到观众有这种发言，我就觉得说哇完蛋了，我是不是不会打牌了，我是不是不会打牌了。隔壁杠杠是不是以前认识的杠杠？你以前认识哪个杠杠？你是说麦块那个杠杠吗？那应该不是。隔壁那个杠杠我觉得不是我们认识的杠杠，那是不是你认识的杠杠？我不知道欸。有开古意吗？没开。欸，对，大三元欸，你凭什么？你想杀谁？对啊，因为最主要是我们那时候 Twitch 啊、FB 跟 YT 上面都有订阅的那个编码。你会看到我们兔窝群里面后面编码会有数字，就是你是第几个订阅的人。所以我看一下，现在好像到200多吧。看一下哦，是吗？我忘记了，欸，看一下，金兔崽子，哦，才16多哦，对不起，我太高估我自己了，170，现在到170，对不起，我太高估了，紫顶安安，嗨。就是隔壁的大家长，大家跟指令打招呼，尤其是挂樱花的，Hello。修罗场宝牌问题，详见繁星的大四喜精华。你说自己设大四喜哦？整天被霸凌的大家长，对，他是最没有尊严的家长，好可怜哦。可是这样才好啊，不会有那种老板的那个隔阂感，你们这样互动才其实也是比较好的。你也不是老板哦，你是经纪人啊，我讲错了，刚刚经纪人想不起来，所以才带口说啊，你怎么这时候是醒的啊？欸，对，十点多了，欸，要吃早餐了。这也不是四喜啊，四喜还好吧，还差那么多，男已经没了，小。什么东西？放弃吧，哎呦。我下次跟诺英打，我要一直用这只角色。他哭过就说，放弃吧。上一局的团子是什么？哦，荔枝棒啊。就是他刚，他这是我们的粒子棒，可是我们有 skin 就对了。看繁星牌，怎么感觉时间过很快？我不知道，就时间过好慢哦。
笑死很坏，不会啊。欸，他那时候很高机会合到国四无双那一次不是吗？就是时间到就他的一万自己打出去，我那时候看到其实我是他我也很难过欸。我知道你要请我吃团子，谢谢你来淡水啊，你来淡水我请你吃好不好？快啦！改挂台改动身岛，拜拜！我们要改岛，加油！啊，不要逼我闭塞哦，好像治不了哎，还是哦，筒子是不是没啦？日本正统的，那你带我去日本啊，要不要？淡水人报道 ，Hello， 淡水人，你好，淡水人。没有了，没有了。没动力学打日嘛，都在聊天，没关系啊，就聊啊，不要啦，没听就算了啦。有病也没有了，对不对？一、二、三。没事啦，一千块而已，给他给他，真的是这个欸，放弃吧。你上安安，干嘛？你双粒子哦，这么厉害？是吗？不用学，知道怎么打断腰就好。对啊，我也是建议一律断腰起手啊。断了啦，刚刚又射回去了。哎呦，睡好吗？什么东西？觉得断腰是错误的观念？哪会啊？断腰是基本的概念呢。你一个断腰酒可以让三个牌的人尖叫哎！你只要会断腰酒，你就可以听到很多的脏话声、谩骂声。不就很兴奋吗？你看，他就又打断胶了。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我杠到我就自摸喽。没有啦，没事哦，先杠一下再说。要先进张才敢杠啊。杠。没有中。
白痴哦、喔，对不起啦，我不是故意的啦，我还没进章啦，哎呀，他们是不是吓到了？以为我在做大牌，他们吓到了，不敢打红中了有没有？我不是故意的啦，抱歉啦。你干什么？你助手哦。我把谁的牌杠大了咧，不在我这里咧，我都打过了，好不好？我你要记得认听，不用怕，我可以自摸。你看看，认听不可怕，可怕的是我还可以摸回来。拜拜咯，圣母飞咯。我截个图。啊干，没截到。啊真，哇，我只能从记录档截了。我就只是例子，怎么你们都合了？耶、yeah, ！感谢生母水果什么忘记了，水果什么茶还有信，感谢啦！啊，我出去了，出去！我说过我出去了，我什么都没看到哦。那个要加我好友的，我现在一次116587119，那你们加一加吧，我全部接受了哦。我还想说怕好友爆掉，因为那时候我氪金氪很少吗？哎、欸，看太多了吧？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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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错了！我按到关闭游戏了，等一下。啊，吃广告，吃广告。没有，我那时候也是说我优先加那个比较常看到跟我有印象的啊，最多160，我那应该还没吧，我还没到100啦。你看，才还有、啊，那大不了我就从，你看最后一次一个月前上线，这么开始慢慢删，然后凯兰妈妈删掉，吴悠悠删掉啊，这些都是有看过的啊，我就从这边开始陆续删掉，有没有？还没有，真的要爆了。没有，我们爆了再说嘛，我爆了再去氪金，氪到160好不好？好了，118应该真的快爆了。哎、欸，剩12名哎、欸，看一下哦、喔，一个月前的这些，哎、欸，真的会爆哎、欸，怎么办？不会啦，真的比较有印象的我不会删啦、啊、像其实就算凯兰他一年没上，我应该也不会删的那一种。我看你是欠打啊，就没办法哦。没事啦，那种加我好友但是我没印象的，我还是会删掉啦。我先讲一下哦，那种不常来看台，他加我好友的，我不熟的，我还是会删掉的。不要觉得难过、哦，你们至少曾经拥有了，好吗？请珍惜，准备开咯。对啊，好友是要氪金才会加的啊，所以比较麻烦。我是你唯一的好友，哎、欸，你进来过了，不能再进了哦。虽然你很强，调整装扮，走了。这是电脑游戏、手机游戏还是？哦，这是电脑、手机、网页都有的哦，三合一游戏。那光遇咧，光遇怎样？好友吗？我现在光遇真的很少上线了，其实可以不用加我。我现在光遇
我甚至连一张图都有点开始不想跑了。斑马才是魔王，哪有啊？哪有啊？骗人！我的巧克力勒，我最近一直很想吃巧克力耶，但我最近都去那个超商买 MM。然后我最气的是，他那边什么第二件十块钱，就我买的时候他是说是另外一种 MM 巧克力，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要退货吗？不就是那你还要买吗？”我说：“那我都结账了，没关系的。”场外修罗12884，场外修罗12884，还想继续玩的话可以玩一下哦。昨天炸鱼心得，我昨天没开台。NN有买一送一，哪一间 ？Seven 还是全家？哪一间店？我要去买。超商促销，对啊，很常看到促销啊。MM 是怎样？是过期没人要买了是不是？明明是超好吃的，可是 MM 真的变好多哦，现在包装小小的就要39块钱哎、欸！我那时候刚高中毕业那时候的 MM 巧克力，它一包还23块钱而已、欸，有点甜吗？你是说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那你为什么要提？提什么？我提什么？靠药！你昨天炸鱼不关我的事，那不关我的事你，你对啊？你提干嘛？你在哭哦？妈口，靠药啊！就是你，对不起。你可以乖一点吗？我真的很不想要ban你，不ban你又觉得说我很对不起其他人、欸、就你一直在台里面乱。教主撕完粉砖之后等他处理吗？对，就等那个小秘书了。魔王为什么是魔王的原因啊？就没有啊，就只是个称呼而已啊，你懂吗？有时候一件事情你不要太认真去看，你人生会失去很多乐趣。就比如说你现在看我的台，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怎么打都觉得你看得很火大，但是我打得很快乐，那我快乐就好，你们难过就好，这也可以啊。啊，不要造成说我打得不快乐，你们也不快乐，懂吗？那至少要有一方是快乐的吧，懂吗？现在最棒的局面是我快乐，你们也快乐嘛。那最惨的就是我不快乐，你们也不快乐。那怎样才会变成我不快乐，你们也不快乐？就是你在聊天室指导我，那我又打得很不开心。那好一点就是我打得很开心，你们不开心。懂吗？我现在胡断腰我玩得很开心，这就够了。有时候你一件事情不要看太认真，你怎么讲啊？叭叭叭叭叭叭，靠你！哎、欸，魔王你怎么了？你怎么那么小？魔王，你还没睡醒哦、喔！对啊，其实很多时候实况组会生气，观众一定是占很大的问题在里面。像你今天如果为了撞他，你去参加观众场啊，他可能好，今天如果诺音打 A 配好了，啊观众场可能撞野川，那如果你今天可能真的跟他撞到同一场，
那你只针对他打的话，你这样觉得说你是个优质的观众吗？可能是闹而已啦，可是玩久下来那种心情一定会开始越来越差啊。顺便跟隔壁的讲哦，你们樱花的就是有时候真的不要闹太过头。我相信彤彤跟赤月应该也都知道啊，就是你们有时候闹过头，他其实表面上是笑笑的，但私底下他真的是都看在心里嘛，你们也都知道啊。啊，有时候我也都觉得他也很怎么讲，他可以做就是尽量不要做到，就是让观众就是离开 DC 群或是离开他的频道，所以他就是常常都是忍受。对啊，啊我这边就不一样啊，你让我不爽就直接屌了啦。对啊，他毕竟频道刚做起来，他也不想做到就是好不容易得到的观众就这样子离开了。啊我现在至少有本钱嘛，因为走一两个我其实觉得真的可以，毕竟那一两个是会让你不开心不舒服的观众。诺英的心思是很细腻的孩子，你知道？对啊，他真的很细腻啊，不然为什么？我也讲过很多次啊，他如果真的没有心要经营频道，我也不会跟他一起联动一起玩，他也不会帮他画图什么之类的。那就是因为他一直有在好好想要经营起频道，才会帮他。那你今天讲过啦，你今天去帮一个软泥烂泥，你就算努力帮他经营，他一天一个礼拜只开一次台，而且都是开个什么一个小时不到就关台那种，观众会爱看吗？久而久之也是该离开还是会离开啊。干，就是现在的你。没有啊，你那时候开台的时候我有在偷看啊，你不是前阵子在开歌回吗？然后那时候听到一半诺英不是冲进去在那边哎哎哎什么楼上的观众什么之类的。对耶，扳手也不能太超过。没有，就是你今天你是一个扳手，你好啊，我讲一下。今天像这个小鱼是我台的扳手嘛，对不对？那他的身份就是等同于我，他不能在我的台就是做比如我自己也不喜欢做的事情嘛，又不是靠腰啊，就比如瞎鸡巴起哄嘛，就可能带头刷加一什么之类的。因为他的身份等同于我，那你可以不要只看那种 NP 东西吗？啊，就刚好看到，我有什么办法啊？你知道，就是你们 RE 团的，其实就是我现在都会持续开着在听的台。所以那时候谁，隔壁樱花的都会说，繁星是不是最近很喜欢看 RE 的？我说还就是从怎么讲？AV 我现在真的也只追 RE 的跟两个，一个叫麻子，一个叫什么这个叫尼亚，就这两个团外，他们圈子他们团员外的就只有这两个，其他都是能挂台就尽量帮忙挂台这样子，对吧？啊，麻子跟尼亚也是因为透过诺英才知道的啊。那真奶呢？真奶就只有挂台而已，没有不敢打。真奶，因为上次是刚好提到啊，
因为那时候真乃是看到他的皮是兔子啊，我才会在里面打字啊，不然我其实那时候是挂的。我靠腰还不是因为你那时候你在打字，我打个统统安安。他以前就会到处看台，谁我吗？我那时候退曲是到处看，没错啊。我那时候也是看麦块的而已啊。像那时候我也是怎么讲？要转吗？哦，转了。妈啦！一群带花的跑来，我干扰米娅台。欸，米娅不是最近生病吗？她好像也是拼过头了。感谢杠杠，不是感谢杠杠啊，还杠杠安安。地上吃坚果知道食物中毒了。最近米娅得了诺罗病毒，所以状况不好。不过连……等下，诺罗病毒是什么啊？哎、欸，共玩精灵安安。还看不出自摸是什么啊？自摸就是摸到你刚好听到的牌啊！啊，我一直不进张啊！我再来个四或七就好啦。即兴场哦，白痴哦！想说，我记得诺罗病毒我听过，是怎样？诺音跟哪个罗姓的 V 联动的病毒吗？头上有牙哎、欸！我下次跟诺音玩这要玩这只了。头上有牙，也有这个。我刚来就讲你坏话，我没有啊！哎、欸，我没有讲过你坏话吧？哎、欸，帮我证明一下，从一开始看台的那个，帮我澄清一下。你最近谈恋爱了？诺英跟罗大有靠腰？我没有讲过你坏话呢。我跟你讲哦，这个记录档我绝对不上传。你就在刚刚按这种，不行不行不行，男生我真的没办法。男生就算你想办法要掰弯他的话，你还是没办法弯。哇哇！我没有说他是病毒啦，我是说诺罗病毒是什么，我忘记了，很耳熟。感谢刚刚的超级留言。Happy。
刚刚的宝牌哪一张？不知道现在西风对诺英来讲是一个很讨厌的存在。对啊，自摸就是刚刚讲了嘛，你自己摸到，在听的牌就叫自摸。繁星真的没说坏话，我真的没有讲你坏话，但是又很不想让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我要把记录档给消掉，销毁掉。无情的3900分。我讲事实，你们这种乱讲话，他会更好奇，他等下会是杀了我。你们不要讲一些含糊的东西，让他误会好吗？往前拉，可是搞不好你看一下哦，他往前拉，我现在在讲一大堆东西，他还是要补啊。我要把那个回放东西取消掉。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取消回放那东西功能蛮好的，就是如果你今天没有来看台的话，你就没有用喽，就没有用啦，就没你就错过就错过喽。繁星总人说的话，对呀、啊，我老鹰啊，我真不能讲一些双关哦，很恐怖的哦。他会不会又睡回去了？有没有？他现在已经没有打字了，可能在睡觉。嗨，你看，看到没有？又摸到了。什么鬼运气？你跟你讲，现在就是诺英附身好吗？跟诺英打牌，哪一次不是死在他的运气之下？先走了，拜拜。好，你的改导加油。诺英很派、欸，还好吧？我觉得他跟经纪人的互动，我觉得还蛮可以的。就是他们可能。好了，我不知道，对不起。至少我觉得这互动还不错啊。你知道那种漫画情节，那种很没威严的上司还是什么，被底下很努力做事的女员工还是男员工这样子。你要再躺一下，身体不舒服。好啦，晚安，晚安，晚安。Annoying， 我问一个问题哦，你希望？你10000订阅是你在开台时候的事情，还是你在你应该是比较希望是在你开台时候发生，刚好10000订阅，对不对？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在跟我这边的讲说，你们先不要去订阅他，等他开台的时候你们再去订阅。所以其实可以先开个分页还是什么的，我会等到你开台那一瞬间订下去那样子。砍完一月刚刚好，可是我讲啦、啊，他感觉比较想要是他开台的有参与到10000的瞬间呢、啊。金鱼游侠哪里有趣？现在跟我讲话三句不离你，那么老，剩下的你都乖乖。啊，就是说啊，下次炸，不，那什么，我忘记他怎么讲话了。打字哎，干啥嘞？现在是打。你在跟谁告白？哪有我爱你？谁怎么了？聊天室现在9980。火鼠不适合用你叫。火鼠是哪一个啊？火鼠有吗？他在场外吧？
魔王是不是要自一射？那我可以挂着吗？你是现在开台挂着吗？哎，感谢感谢行蓝龙行幽蓝龙行都比前龙海鸟跟 Everfan 是 Everfan 吗？不是哎、欸，好感谢啦，我们下一场中间不会打，嗨，睡觉台，你要不要开睡觉台啊？我感觉你现在开个十分钟，你就可以达到10000订阅了，你就可以去睡觉了。的广告、哦，开个五分钟10000吧，我觉得他开个一分钟就10000的啦。开始喽，对啊。我在想说耐久他根本搞不好连耐久都不用开就10000订阅了。嗯。我想说如果要这样的话就是他开台我关台把人带过去这样子定下去好像比较快。不用等啊，想想就好啦，白痴，我打错了。于南安，我 V 也是去。不去年啊，上个月初才开始有在看。因为那时候还没接触台 V 的圈子，都在听靠我。我不该碰的，我是要听啥？懂啊，懂啊，这个等一下直接打掉。我觉得他听这一张哎，耳机坏掉，以为今天都不讲话，没人讲话。嗯，这张很危险。我好吵、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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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声音？无奈伸懒腰。喂、欸，没有哎、欸，安全，安全，安全。然后鬼叫，鬼叫哪种叫啊？哇！这什么牌？好恐怖哦！我觉得很可爱，可你妈啦可，对不起，可一个头啊！24000，清一色。哎、欸，如果他这一局没听牌的，结束了啊、那感谢啦，那个我们说过，东一局飞了已经不留人了，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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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了，抱歉了，抱歉了，谢谢谢谢月月时辰，谢谢中间不会打，谢谢零零欧欧零。感谢感谢感谢不好意思啦，哇、啊、他打太痛了啦，虽然这也不是他
他愿意的。可是真的太多人在等，所以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打第二 round 的时候就打得特别久，所以有点不想等。对，抱歉了，抱歉了，那个辛辛苦苦排进来，而且却离开的那个，抱歉了，抱歉了，我先在这边跟大家打抱歉了。你真的没想到，没事就说不是你的问题了啦。你不要那个太难过或我太介意这件事情，因为很长时候我们东一局常常飞了，所以没事没事没事。有九零了吗？好哦，感谢你。可是我也没办法提，不是，没办法马上跟他讲啊，搞不好我在打牌的过程他就已经破了。而且如果真的要看到一万整的话，要从他后台看，因为我们前面都只会显示十位数啊。比如说你今天一万零一人，他只会显示一万吗？啊、可是你后台就是看到那多一个，它只会显示十、二十、三十这样。那我们去对定吗？我觉得可以耶，就等他开台的时候，我们再把它订阅回来，就是微调到一万整，然后让它截图，很棒。好啦，那个先不要抓那个隔壁的数字了，因为这样有点是造成刷。画面会被刷掉，不要那么坏，也不是坏，就是给他惊喜，有没有？又发现不一定的都是他的老观众，只是想给他惊喜，这样慢慢刷，这样不能留言的。哎、欸，对耶，他留言改回那个了没？九十分钟了没啊？我们还是不要退订好了。对对对对对对，你们还是不要退订好了。我还没有进两张啊，一二，对，开车。你要立哲是不是？怎么连？你退了？那打字不是打更久？哎、欸，十一张了哎、欸！我、哦、算了算了算了，精彩了精彩了精彩了。这部真的要下架吗？哦，你是说那个？你说记录档不保留吗？会啦，还是会啦。当时是讲讲而已，因为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对不起人的事情。我那时候也是因为想要国啊，就国到后面变成自疑色啊。这什么游戏？可以再告诉我一次吗？雀魂麻将，你阿妈，雀魂你阿妈，我在想，如果在开台，我账号切成那个分身账号的话，我开台会不会断掉？
哎、欸，不对，他怎么先打掉这个？不对，不对。有人教就不难了啊，对啊，你要找到一个愿意教你的、啊，不要是怎么跟你讲说打个断幺九就好了，他就把你丢在旁边，什么都不教你了。隔壁那位9990呢？知道啊，但他在睡觉，他现在很累。再来一张吧，没有，啊，他怎么设一个11:30要直播的啊？然后还说满10000就下播，要开台了哎、欸，他有病吧？我去问他，你恭喜诺英10000订阅了，妈，好妖哦！哎，可以去隔壁了，他开播了。雷斯安克，我吗？我没有啊，我快而已啊。啊，就这张一直不来啊，我错这一张啊，我在等啊，啊没了，靠腰少一张。在隔壁打初见安安了，有啊，我一直在做梦啊。下播啦，哈哈！哎，真的下播了，靠腰哦！哎，太快了吧，哎。大家拜拜笑死对吧、啊、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呢。
一分四十四秒，一万梗啊！啊！我好想，好想哦！啊！再想一下。不对不对不对，哭啊，我讲真的，他真的很棒，很努力，也很棒。痛啦，哪次不痛？我家三十八度啦，热爱三十八度的你，感动到快哭了。为什么说一万呢？对呀、啊，淡水这么热，是我家热而已啊，淡水还好，我家热。水哦，水哦，怎么打嘞？先去吃饭的，拜拜。你合了，但不知道为何合。你问人啊？为何合？何合？冷气开起来，我家没办法开冷气哦。所以其实，在楼上玩电脑，对我的电脑是特别伤的。哎呦，怎么来这种牌啦？淡水就真的很热啊，但是我家更热啊。
啊。我、哦、开多久了啊？哎、欸，快两小时了哎、欸，时间过好快哦、喔。教主助战水哦、喔，对啊，我要用那种声音讲话喽，我要用那种很好听的声音说话喽，我要干嘛？没有啦，就怎么说？嗯，我也不知道哎、欸。等一下我到底在碎碎念什么？白痴，我好像跟谁在讲话一样。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很痒啦。就没梦想了啊！干啥咧？我觉得他干啥子咧？好牌呢，所以嘞，来个四暗克不好吗？啊，白痴哦，他不用毅力，他不用力。我知道，我不该力的，靠腰啊。干嘛可以国四啊？好啦，感谢叶子跟谁啊？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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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对不起。好啦，感谢喽。好，哎、欸，赤月，天哪！广告。得到脑袋混乱了吗？有一点点。其实，我今天去看医生的时候，骑摩托车其实很慌。这不是热啦，是怎么讲？是你的眼睛前面的东西很像在飘，也不像在，也不是喝醉酒那种感觉，就。你身体会摇摇晃晃，就很像你熬夜熬很久，然后身体会晃一样。嗯，哎、欸，不过我真的宅 A 配了呢，但是真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玩到。因为其实只要不要一直按着 W 的键，我其实都还 OK。就可能你在捡枪还是什么，其实都还 OK 嘛。你也载了 A 配，可是我真的没玩过啊。在思考怎么玩。所以那时候在跟。Amigo 的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在打 iPad， 我就完全没有参与嘛，就没有话题，所以我就很少进去
Amigo 的群，因为他们现在大多数私下时间都在打 Apex。哎呀，我想说最近其实情绪都很低潮，他就没有想要进去，你听一些枪械的声音什么的，就没有进去了。你的 Switch 容量不够下载，下载什么 ？Switch 有 Apex？ 你认真？要不要一起来摸索？不要，哎、欸。你一个有男友的人这样子跟我讲话，这样对吗？有哦，我真的很难想象用摇杆玩那种游戏耶。我之前玩那个 EDF 用摇杆，我就完全没办法。天哪、啊，手机也出了，哇哦！你就知道我是多乡下的人，我是一个乡下来的孩子的兔子。有辅助瞄准啊，那个你再洗一次呵呵试试看，把你拜拜了。等一下啊、喔，哦，有 ALT 杯能真是方便。你是说 KTV 嗨歌游戏吗？对啊。为什么敌人永远打不完？我的手不适合玩手机游戏。我像玩关羽玩得很呛，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啊，这边不是一个圈圈是方向键吗？可是通常来讲，只要轻轻推到这边就好，对不对？可是我就会一直往上推，推推推到荧幕这边来。所以有时候像我往左往右边滑的时候，我会滑到这边来，然后挡到这边的按键。我的手就很 K， 我就是手太肥。教主，你光遇可以用 Switch 玩，可是 Switch 的光遇很奇怪欸。你要吃牛排去吃啊。抖擞的烦恼吗？不是，那么小只有断腰，断腰就够了啊！你还有梦想吗？剩下几张牌了欸，我们有1000块就了不起了，你知道吗？你看，总拿1000，啊，连1000都没有。你可以带我跑光遇啊，很多人可以带我跑，只是我真的没有时间跑。我最近玩光遇的时间真的都没有了。请问这背景音乐是什么？你搜寻露西亚一剧院就找得到了。别立旗，我刚立了什么？等一下，对不起，我失忆了。嗯，你是说别粒子还是别粒奇啊？我玩过什么角色？什么意思？你的玩过的意思是开车的那个玩过吗？
进来吧。没有。雀魂背景音乐有版权吗？没有啊，只是他的背景音乐让我太想睡觉了。这理由你可以接受吗？对了，今天可以开始挂机收烛火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挂在哪里？挂在那个吗？沙滩上面吗？那手机会烫死吧？哦，优花早安，好久不见，不是好久不见啊，好久没出现。什么意思？你是说今天可以挂在那个沙滩那边拿火，是不是？又一个断腰，这断腰很痛了，好吗？开 Switch 挂 ，Switch 也很烫，你知道吗？很多人也反映说 Switch 玩光遇很烫，而且他们那个是有那个电池容量扩充的。他说玩一玩也是玩了不到一个小时，电就没了。你觉得还好？我家很热。我家很热。你 Switch 充电的不见了，你是坐那个基座吗？那么大还又不见了。开电脑会更热，所以其实我是很注意我右下角的温度。它如果突然飙高的话，我就很紧张。挂台装水，好的，桃子，拜拜。我猜七对子，猜对的话不要唬我。嗯，哦，你是 Switch 的那个哦，我、哦、是 Light 哦。哇，双粒子一发，我以为只有我会这样子哎。之前帮人家双粒子一发，我也很难过。有没有加装水冷系统？有啊，有装啊。然后剪片的时候，有时候会烧到70几度。那现在没剪片，是维持在60到65。你在烤哦？你是不是没被我ban过？很好奇他们会不会偷看台？没事啊，我也是抱着有些会 ghost 继续玩啊，我玩，反正我玩我的啊。我就说啦，他们看台没关系啊，我自摸就好了啊。你不要忘记哦。他们要看台给他们看啊，啊，我只要自摸就好了，对不对？没毛病啊。2、3、4、5。哎呦，真的不知道啊，怎么这种牌啦。我头发真的好难整理哦。开始出油之后就很像
广志，你知道谁吗？不是广志啊，那谁阿红，小王子他爸，就是旁分之后会多一条，夹在那个旁分的中间，很丑。怎么讲到广志啊？讲自摸了吧，看吧。请问跟彤彤打牌打到负5100是什么状况？那就是他杀人嘛，怎么了吗？反正 Ghost 跟正厅我一律建议自摸，就这样而已。又不是你糊的哦，借刀杀人咯。看吧，自摸很正常，哪有？你要问诺英吧，他也是自摸很正常的人。双粒子一发宝牌，哦。你有秒合过吗？什么叫秒合？你的用词有点特别，请用正常的用词。你说中文。场外69155求虐，你也太 M 了吧？欸嘎嘎，哦，天和没有过啊，双粒子倒是有两次过。我双粒子合牌有两次过啊，双粒子没合牌还有蛮多次。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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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秒赢？什么叫秒赢？秒我知道，赢我知道，可是秒赢是什么就不知道。不可以起啊，感谢硕业的会员，如果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的话，可以私讯本专哦，差一点打出去。会开 Apex 台吗？几率不大。首先我要先知道我的电脑跑不跑得动 Apex， 因为我的电脑其实也是 Beta 用了两年了吧，因为最近开始玩比如魔物猎人跟人王2的时候，我直播就开始有点卡顿了，再加上上次玩什么然后聊天室就说卡会维卡，好，我忘记了，等一下喔，光是玩那个卡德加德部落，然后就开始说会卡顿了，而且那个也不是 3D 游戏哦，那个 2.5D 的游戏，就游戏画面都会卡了，所以我不确定我会不会直播欸。天河会很痛吗？多少啊？天河就8000吗？还是12000？天河啊，这8000都不对。干你断我一发，我跟你收钱。断我一发，你活该。来看一组。这是一满呐，一满不是8000吗？每人收16000哦，是这样子哦。哇啦，没听合过啦。
买了《魔物猎人物语二》，结果电脑设备太差，不能玩。对不对？有些就真的很干呐、啊。我那时候电脑会升级，是因为开始玩 GTA， 那时候开始开了 GTA 之后，我的麦块开始卡顿，所以逼不得已就换了升级这台，买了这台新电脑。可是前阵子啊，月年初的时候，那时候考虑要换，可是过年那时候说显卡买不到嘛，然后就在等，等到最近是显卡已经买得到了，后来就想想说，备份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很头痛的东西。庄家备满才是每人收8000，庄家溢满48000，每人收16000。哦，你看我多不会玩日麻，我现在设备到哪里了？我不知道哎、欸。问我电脑问题，我真的是连工具人都不能当。那个自己解散哦，一人哦。爱离子。FS 载入量蛮大的，我知道啊。那昨天开始下载的时候，发现我干、哦、怎么那么大、啊？又胆怯了，有是有机会啊，算了，机会留给别人。哦不，我没机会了。嗯。啊，广告。白痴，我刚刚没开麦克风，白痴。我看到他了，不他啦，他播了，他一点要开，所以还有一个小时。天哪，你敢不敢早点开台啊？对啊，其实双粒子很可惜，是因为他其实有机会天虎。就只是差一张牌，嗯，讨厌八筒，多讨厌啊！这么讨厌，那我会打掉好了。先去上课啦，好的，拜拜。其实真的好热哦。不要开直播，诺英啊。不过我应该要关了啦，我可能撑不到12点。一方面太热了，另一方面是头有点晕了。就是看画面会开始发呆，然后会开始出现幻觉，前面会有很多小精灵都有招手说。番茄已经12点啦、啊、你晕了齁，我知道啊，就是现在正中午是最热的时候啊，所以我家的温度来到了39度。你们要看吗？我现在拍给你们看。北风欸、啊我的记事本呢、欸、在这
39度，储存，嘿嘿。存在哪里啊？下载，然后打死之后存什么？浏览，下载，靠腰啊！对不起，外骂脏话的，完成。你住淡水，你二十九度，你有没有开冷气？你老实讲，我是没开冷气的，我没办法开冷气耶。这温度计有点可爱，我是看它可爱才买的耶。没有开冷气，你住淡水29度，太幸福了吧？开冷气29度也是很热，是啊。对啊，主要是我就只有地板不是铁皮，我的四面跟屋顶都是铁皮。你开台电风扇，我也是开台电风扇啊，不对，我开了三台电风扇，一台是从外面吹进来，然后另外一台是从里面吹出去，然后另一台是吹自己。教主早点休息去避暑，其实待久了感觉又还好耶，好像是这样子啊。两个宝特瓶上面打洞，别打下面会漏水，塞满。哦，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之前有做过，很麻烦。这个很麻烦。强迫换冷气，不是，要么就是真的是。盖一个帘子吧，就是把自己的房间隔起来，然后在里面用那种小型的移动式的那种冷气，感觉那个真的会比较有效。水冷扇没有用，水冷扇我用过了，感觉我家电费很贵，所以我已经尽量不让电脑24小时开着了。记得多喝水，有啊，我其实水喝很凶耶，我很少水喝这么凶，靠腰啊。我需要，对啊，就是主要就是卡在铁皮屋嘛，他也很想要，真的是有一个出去的空间，不然我其实也可以白天开台，我。甚至真的可以不用剪片，我可以开台时数长达6小时以上，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白天我在楼下也没有休息到，那可能都会在没梦想，梦想什么的，好吧。搬家啦，真的有想过啊，我有想过，真的很想做啊。啊，你就可以串门子，你要串哪里？也不能搬到台北啊，台北物价那么高。以我现在的收入，如果住台北的话，真的是死掉哎、欸。
合租，不是这啊。我就其实真的不喜欢合租的那种感觉，我就不喜欢什么两房一厅那种东西的。我觉得，怎么讲？虽然有自己的小空间啊，可是就是怕很多时候怎么讲？因为毕竟是一个空间两个人，还是会觉得有点 AK 的，对吧？所以其实团团那时候他们找我住那边的时候，就碍于其实我的情绪真的很难拿捏，我是怕说我去跟他们住，反而是他们在照顾。虽然是他们照顾过我没错啦，那个他们照顾我，但是变得说我会一种累赘吧。南部房子比较便宜，我知道啊，南部真的也有三四千的套房不是吗？我知道啊，你讲我的个性很怕麻烦，但我最怕的是让人家麻烦到人家，所以我之前遇到一些很多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很慌张，不知道怎么办。比如说对很多人来讲，什么钱包掉了，第一件事情先去报挂失，那什么卡片报挂失还是什么的，不是吗？啊，我对我来讲，第一件事情是真的是紧张，然后不知道怎么办。不是吧？吓死我了！教主网上很多啊，其实就担心的东西真的很多啊，所以那时候一直迟迟不肯搬，也是这个原因。那我当时紧张的原因也是会陆续发生嘛。而且你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在玩一些很白痴的游戏的时候，尖叫的分贝也是很高的。哦，我近几年有发现我真的声音变很小了，不像是以前早期玩 GMode 还是什么会吵到其他人。也可能是因为我姐啊我弟他们搬出去了，就是我二姐啊跟我弟啊他们都是结婚，然后陆续在外面住了，所以当时也是主要是吵到他们啊，毕竟人家白天是要出去工作的啊，我晚上还在那边玩游戏吵人家，对吧？你是说他摔滑鼠骂操你妈之类的？东西，我真的很好奇轻轨有没有用啊？轻轨，你说淡水轻轨吗？当然有用啊！淡水轻轨直达我家欸，他没有摔滑鼠，他现在摔什么？萤幕还是键盘吗？高雄好像没什么用。高雄是什么？高雄的轻轨。你很久没开电脑了，所以你都摔手机哦。那你的手机
你的手机的那个抗摔抗震能力蛮好的。等一下啊，很久没开电脑了，有多久啊？等下隔壁的怎么会有通知？我本来想说，他今天开耐久台，我可以画画祝贺的图，可是看来来不及。每户轻轨离我家真的很近啊，应该说轻轨站就在我家门口，你想象那个多近啊！所以我以后不用就是骑摩托车去淡水捷运站找车位，找个半找很久。啊，现在只要搭轻轨，虽然轻轨也是那好像六分钟一班吧，然后虽然从我家到红树林站也是要有点久，就至少不用等那个找车位了。追剧吗？啊！iPhone 13还没出不敢摔，没事啊，你可以先换12啊。但是觉得这样总是说找到超难找的啊，而且就算进去那个哪里捷运站里面找车位，有时候你看到什么内容量还有一两个车位，可是你找那个车位，你要在一个1000多个车位的空间找那一两个车位，都找到死。懒懒安安，难得追到实况，你睡了没？你先回答我，你有没有睡觉？你没有睡觉的话，给我滚去睡觉。如果你睡饱的话，你给我去吃东西。哎、欸，你们有多少人在淡水啊？来约一约去吃东西，我群聚一下，线上群聚。我看一下，刚刚有一个说在，哎、欸，狐狸在淡水对不对？那还有谁？没办法，讲归讲啦，会不会真的吃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了解说有谁，没有，我只是了解说有谁。跳过。藏寿司是不是？没有啊，搞不好吃牛排啊，最近比较想吃肉欸。麻子在哪？麻子安安，嗨麻子，你家诺英10000订阅了，快去恭喜他！你们家诺英10000订阅喽！啊，怎么都来条子？我在前往淡水的路上，大概是几月几号就到了？好啊，等你啊。你在这？有，我看到了，但是还有延迟。赶快 say 恭喜。对呀、啊。你敢不敢？请点赞啊！去你妈的！去你妈！啊，什么歌？七系撩心攻略，然后嘞，看一下哦。今贴图和你一起度过幸福浪漫的小瞬间。海里混一色吗？啊，都差点七对子。教主有胜过彩鸟吗？有啊，还蛮多次的，我还把它击飞过很多次哎、欸。他有时候运气很差的时候，就都合大牌把它击飞了。刘菊满贯吗？我看到什么？还是什么？没看到。
没有看到。好的，感谢感谢阿慧好友不拍很难跟李子。那请问被魔王击飞过几次？其实蛮少次的哎、欸。其实被他击飞次数不多，他击飞人比较多。该下波避暑了吧？等一下嘛，还没啦。不是刘局，我有看到，我刚刚好像看发八桶吧。是不是要隔两场？等一下出门剪头发吧。好啦，真的最后一场喽。请问几个人被击飞过？你说被，我不知道哎、欸，你可能要问一下他，他搞不好回你说，我怎么可能会记得被我击飞的人那么多个？你不用上线了 ，HTT， 我没有要玩了，我没有要玩了。虽然你是想要跟其他人玩，但是我要跟你讲，我没有要玩了，好吗？这个一早点送来呗。来哇哇哇哇哇！晚晚要吃中餐了。嗯，没有吧？吃不下东西，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太热，冻死了，没有食欲。今天没有抢到，可恶，抱歉了，因为观众开始变多了，之前一两百个还有机会抢，现在卡池更难抽了，那个我很感到抱歉，我真的很感到抱歉，然后我打错牌了。我刚刚是想打七万的，前锋是哪一个啊？有豫要不要煮饭？去啊，去煮啊！哎，来了哎，自由，有点懒惰又好饿，那不要吃嘛。69155缺一，那谁说前锋抢到了？说谎啊！怎么办？要取舍哎、欸！拜拜。观众讲的又不是我，大家谁说的？杰云说的啊。咦，前锋大大抢到房了？问号。明天十三号星期五，哎、欸，对耶。哦，其实你也在跟杰云说，好吧？我太自作多情了，自作多情城市，嗯。好了哦。我心静自然凉都是骗人的，你静下来只会变成一坨史莱姆而已。啊，只听这张不好呢，对不对？史莱姆也不错，可是是动不了的史莱姆，好吗？因为你的心还没静下来，你现在给我来淡水，
我直接亲自接你来我家，你就知道了。我叫做亲近自然凉都是骗人的。我跟你讲哦，凉不下来是因为没有风哦。来接我，你给我来淡水啊！我们多久没吃东西了？小林还很想你嘞。哎，今天小林生日哎，你要不要来淡水啊？你要不要来淡水啊？昨天现在 tag 叫我唱歌。死人为什么白痴哦？你画图了，我去不了淡水，什么意思？你是说你电脑打开画图，所以不能来淡水？那你要把图关掉吗？感谢繁星提醒，我还没清楚。白痴啊！你去看兔窝群组嘛。那标记我说要唱格斗宝贝，嗯，我心来无无的人，新粉丝欢迎吗？欢迎啊，怎么了？今天几号？八月十号，十二，满贯。好久没喊，喊什么？我现在还是，我现在是跟不上你们聊天的问题吗？怪，怪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呢？我白痴哦。对啊，可是懒懒他的现在电脑没办法开台，不然他很想开台画画还是什么的，也没办法玩游戏了。我本来想说，如果电脑换的话，就把我那台电脑，现在这台电脑给懒懒，不然就说借他嘛。可是他想要组一台，我就没办法啦。感觉他手上哎，不是啊，你那时候不是说你要组自己的？好，现在自己电脑还没换啊，他们是跟我讲说你电脑没有必要换啊，只是换个显卡还是什么就够了。不是换显卡跟电脑跑不跑得动有关吗？记忆体要升级吗？
存全带腰，干好小、喔。你等棺材在吃饭哦、喔，好啊，吃啊吃啊。我也想要整体升级啊，不然现在很多游戏你不你的主机没有五万以上也是跑不动啊，而且要实况机跟剪片机耶，我每次开始剪片时间都越来越久了。基本上显卡就够了，然后16GB 是不得啦，主要是我还要当剪片机啊。就这样不你意思上你上次吃饭是两天前的事，没事啦，我这三天也只吃了一顿饭嘛，昨天睡醒吃个饭然后就回去继续睡了啊、来哦送欢乐哦，你显卡1030不然20多吧，我忘记干怎么欢乐回来啦，三天吃一顿，我昨天睡死了，昨天开台了，嗯我、哦、还没啊白痴哦，哇靠！竹子你也跑去抖了哦，注意哦。好恐怖哦！算了算了，那边不是我能想象的地方。三四，你这边也会有的。你说我满10000订阅吗？啊，所以我就感觉就圈子不一样，会觉得环境就是不一样啊。毕竟我没办法靠单纯实况在赚钱，我一定要靠剪片啊，我不剪片的话，讲明白点，我目前是剪片大于实况，所以我可以不实况没关系，但是我绝对不能不剪片，因为我现在其实就是实况的人数有稍微起来，所以我可以慢慢就是可以转成实况型的实况组，而不是改成影片型实况组。应该说，影片型这个东西比较像，就是正在做 YouTube。我讲他小，我还攻他小。等一下，我又打错台。看来竹子要抖12次彩虹了，什么意思？你生日什么时候？每天都是我生日哎、欸。每天都是我生日哦，你想靠实况来生活吗？那你看看哈基，不是啊，那种露脸穿衣服的例外好吗？而且我说了嘛，我真的要转成那样的话，首先我的工作环境要先变，我才有办法是一直开着实况。那你用身体付款好了，那你给我去工作，你马上去工作养我。显卡，你跟我讲电脑配备我不懂啊，我不是一个工具人呢、欸。你跟我讲工那个设备我完全不懂。感觉真的靠观众养，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收入完全都是靠观众啊，没办法靠自己啊，不是没想看的是自己啊，就是，
你看像是生活费或是房租费用有的没的啊，你如果是一个人在外面，你订阅数不高，你的观众不多，你出去就只是饿死而已啊，你干脆就是乖乖的在上外面，你乖乖在外面工作，然后打工，实况就只是你的兼职一部分，这样才有办法养活。平时还有喂食，不然就是生活费啊。等一下，我在拿湿纸巾擦我的小温度计，是擦不是擦哦，是擦。不要在那边乱写。我的显卡20多少啊？去哪边看啊？我的电脑吗？我的电脑内容。哪一个啊？处理器吗？是 CPU 吗 ？i7 8700这个是什么？这是那个吧，硬体吧？不啦，这是 7P 的啦，刚刚小。显示卡是哪一个？我不懂。不要讲一些奇怪的语言。那是 CPU 主机板。那哪一个啊？哪边可以看啊？显示器吗？显示器没有写。工作管理员效能下面那个 GPU， 工作管理员，等一下哦，工作管理员，等一下是工作管理员哦，桌面右键 ，NVIDIA， 右键。嗯，我又见了没？哦，看到了。然后咧，我又见了。设定显示器，显示器调灯。然后点哪一个啊？英文就是了，都是英文欸。有没有截图？点进去就是了，是吗？第一个就是他跟我讲说要调整那种色差色弱的东西，是不是？就是那个哦。我怀疑有人要爆炸了，不是怀疑的、啊，有没有进阶选项可以按？没有，对不起，搞不好你们那些女生比我还会组电脑。我之前本来要买一个啊 ，Steam 上面有个什么组电脑的模拟器，我想说我买那个玩玩看，会不会就是变得比较强一点点。工作管理员看最快，然后我开。工作管理员，然后咧，工作管理员效能吗？效能，对啊，显示一样的东西耶。然后要开哪一个？我同学帮我看是不是？哎，然后哪一个？效能。记忆体有个 GPU
好 ，GPU。哦，1060，我觉得那么烂哦！天哪，看到了1060，哎、欸，好烂哦！那是不是要升级？难怪跑不动很多东西，太烂了吧！杠，你中，中了。我开你的台，晚点再点，然后吸收这个电脑。他就不懂啊，没办法啊。哇，好烂哦，我怎么用那么烂的啊？真是烂爆了哎、欸、哎、欸！我要去。老橘，你会不会煮电脑啊？如果真的买了显卡之后，你要不要来帮我插？阿显卡不是你想的那个1060大概多少啊？哎、欸，怎么说？现在已经出了30多了哎、欸，你不会哦、喔？哇，真的烂到歪头哎、欸，怎么办啊？我知道蛮好买的啊，可是现在就是因为我不懂电脑吗？之前迟迟不换，就是我自己不会弄电脑啊，淡水又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可以帮我弄电脑。好的，感谢今天早上的收看啦。难怪会卡，哎、欸，我当时装的时候其实是很好很猛的啊，可是现在变成这样子，我也觉得很头痛。好了，隔壁开台了，那个我们转到隔壁去吧。感谢各位收看啦，我们晚点9点见啦，各位拜拜喽，拜拜拜拜拜拜。几天有认识吗？我可是跟他不熟哎、欸。